PTT 的绯闻向来备受关注，不过日前却有消息指出两人已悄悄分手，退回前后被关机。没想到近日更传出有网友竟然拍到疑似 Jennie 和防弹少年团成员 V 在济州岛度假的照片。不过拍到照片的网友表示，他不敢百分之百肯定就是 Jennie 和 V， 但因为实在太像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而照片在网上流出之后，不少网友比对坐在副驾驶座的女子戴的眼镜和 Jennie 的一模一样，因此认定就是本人，可信度很高。但事后有粉丝揪出几个不寻常之处，首先指出 Jennie 在4月10号就已经染成橘发，但照片中的女子却是黑发，更称原po已经将社群网站账号设成私密，同时也解释该片是 P 图，但仍无法消除粉丝怒火。消息一出，引爆各种猜测。